你爸妈真的没有回来吗？刚刚不都跟你说了吗？哦，他爸妈都不在，那我该……你想到楼上休息休息，还是客厅待一会儿？如果他要说去房里，那我该怎么办？ 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，不用紧张拘束，随便。你也不用这么拘束。这是我家，我很放松的。你扭扭捏捏的在干嘛？没有啊，我就是觉得。 有点怪怪的，怪什么？又不是第一次来。不一样啊，第一次你来我们家是跟我表姐相亲。啊，相亲。然后第二次你来我们家是忽悠我爸我妈，这一次才算是真的诚诚恳恳的来我们家吧。 你在这儿等我，马上回来。看得出来，你小时候有个不错的童年。当然啦，小的时候爸妈可疼我了，什么都依着我。那你和我在一起开心吗？ 开心啊！当然开心。哎，我还没问你呢，那次你和我妈跟我爸妈见面都聊什么了？哪天？就是那一次，你比赛前你后妈来了，说找我爸妈聊天那次。嗯？就是你骗我说你们在家里见面，其实你们去饭店，结果赶回来发现家里没有人的那一次。哦，那天。对啊。让我想想。 哎呀，你还想什么？你快说呀！你说什么了？我说，我呢，30岁之前不太懂事，还望叔叔阿姨们能够多多包涵。可是我对童年是真心实意的，可是光嘴巴说没有用了。我想结婚，我想用我的行动证明。我也希望，你可以真心的点头答应。那我爸妈呢？他们说什么？我要是你爸妈，我也不乐意啊。你看你，长得好，脾气好，又孝顺，不矫情，还是个学霸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你家里还不缺钱，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都被你给比下去了。那然后呢？然后我爸妈又说什么呢？你爸就问我，拿什么娶我的宝贵女儿？ 我就想了一圈，我好像真的什么都拿不出手。论年纪，我吃亏；论学历吧，我也吃亏。那我就只能谈理想了。我说我为中国的夺冠路抛头颅洒热血。可是你爸妈还是不同意。我一着急，两眼一红，扑通一下跪到他们面前，说：“如果你们不让我娶年年的话，我就打一辈子的光棍。” 把我当傻子了是吧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才骗我的啊？你编这些闲话干嘛？是不是你编的？哎，
你对我动手动脚习惯了，占我便宜是吧？谁占谁便宜？你自己看，是你攥着我的手的好吗？哎，邓鹏，抱会儿。我这人呢，不爱说实话。除了我爱你，其他的你最好都不要信。嗯。 都你的。我问你，你之前退役后就没有后悔过吗？人生没有回头路，少了一个韩商言，还有一整队的 KK 在后面。韩商言的身后，还有无数的中国少年。 为了夺冠路，抛头颅洒热血。年年，回来啦！看爸爸给你买什么吃的了。爸，叔叔，小韩来了。对，他来了。你们聊，你们聊。一会儿中午，大家一块吃饭。爸，啊，晚上，现在晚上了。哦，老糊涂了，老糊涂了。啊，你们聊，你们聊。嗯，好。 叔叔做的菜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好吃的多吃点啊！来，叔叔给你加块姜。男人就得多吃香。来，谢谢叔叔。你别那么拘束，放松点。爷爷回去后啊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俱乐部吃盒饭，所以习惯了。吃什么？吃盒饭呀。少吃点盒饭，盒饭对身体是最不好的。就我有时间，经常到叔叔这儿来。 叔叔给你做好吃的，好不好？谢谢叔叔。嗯，没事没事。昨日的冠军多吃一点啊。昨天你们俱乐部赢了呀？啊？嗯，没，输了，亚军。亚军也不错呀，相当于全国考试考了个第二名，挺好的成绩。继续努力。不是，他对他队员说了，他的字典里只有冠军跟失败。有志气。 干妈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呀！啊，来，爸爸给我吧，我带你盛一碗。谢谢阿姨。嗯，来，来碗汤。吃，你吃。 我说错什么了？你干嘛踢我呀？少说点，越说越错，要是他们不喜欢听呢？哦，知道了。小韩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快放下，快放下！ 放下，你没事，你洗碗呢？您放着吧，让我来。哎，你是客人，不能够让你洗碗的。叔叔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小韩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家有个优良的传统，男主外女主内，这种事永远是年年他妈妈干的，我从来都不干。你说你这样干是不行的，没事，你放下，放下啊！哎，童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能让小韩在这洗碗呢？我一进来我就看孩子在这洗碗，我劝都劝不住他。你好意思吗？平时这是你干的活，你好意思吗你？ 行了，别洗了，小韩，没事，应该的。什么应该的？你第一次来我们家吃饭，不应该啊！对呀，赶紧把他拉出去啊！没事，平时都是他干活，劳模。我这也快洗完了，叔叔阿姨你们去看电视吧，我一会儿过来。嗯，去吧，去吧，没事。吃啊！拿什么？需要我帮你吗？不用。 你在旁边看着我就好。好吧，那我在这里陪你。你知道刚才你爸对我说什么吗？说什么？他说在你们家，都是女主内，男主外。
他从来不干家务。大说的。嗯。其实都他干活好吗？干嘛要跟你吹牛？真是。哎，你吃饱了吗？吃挺饱的。哦。那个，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家洗碗啊。哪次碗不是我洗的？也是啊。你冷不冷？我穿这么多怎么会冷？哎，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你开车注意安全。你想说的不是这句。我想说，就是我看电影啊，两个人谈恋爱，在分开的时候，就男主角都会跟女孩。妮妮，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大胆一些，想做什么就去做，不需要胆怯，也不需要怕我，好吗？哎，看什么？哎呀，是你啊！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师傅，吃了没？吃了，饱饱的。姑娘，我可真羡慕你啊！羡慕我？这位大好青年，在咱们小区就差买个车位。天天睡这儿了，只要我一值夜班，就能碰见他。准是你们俩吵架了。我才没有吧！哎、当今这社会啊，还有几个愣头青蹲在小姑娘的楼下，要珍惜。这种人啊，看着狂，其实啊，是死心眼。来自好宁啊，师傅你少说两句吧。我们家这位啊，脸皮薄。不好意思，啊，打架了啊。继续呀！哦，原来有一个人在我们家楼下天天站岗啊。他认错人了。我要每天这么做的话，我不是痴汉了吗？哦。哎呀，走了走了。嗯。他认错人了。哦。哎，有完没完啊？嗯。回去吧。那我走了。你上车啊？我知道，看着你上去，我再走。你先上去。你们小区坏人多，我得看着你上去。你先上车。你先回去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我真的走了。嗯。新的啊，嘴都快合不上了吧？年年，我跟你说啊，原来呢，我以为你选择了小韩呢就会变坏的，而且我觉得他对你也不是真心的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我误会了。无论是追求事业还是爱情，他呢都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。但最关键的一点，就是我觉得我的女儿啊，她很开心。哎呀，跟她在一起特别的开心，
也很幸福，但我觉得是我的问题吧，可能就是因为我太在意他，太喜欢他了，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听他的，没有自己的主见。这段时间他会经常跟我说，他说希望我多表达自己的意见，不要总听他的，他觉得想让我有自己的个性。年年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我们跟他还有他的后妈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说了什么吗？他说什么了？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爱年年，我希望每天都能见到他，而我希望这样的日子可以持续一辈子，所以我才提了出来。他说他原本啊，眼里只有两个字儿，就是冠军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他现在眼里啊有四个字儿，冠军和童年。他还说呢，他想娶你，娶了你呢，他就踏实了，他就可以继续培养他的中国冠军了。而你呢，想考几个博士就几个博士，因为他希望你有你自己的梦想，而且他也会全力支持你的。那他还说什么了？说什么了？那这得让妈妈好好想想了。哎呀，快点说嘛！他还说啊，他知道你从小被我们宠着娇生惯了，这点跟他是绝配。他觉得他自己没有什么特点，那他只有会训那个小孩，会做家务，剩下的就只有宠你啦。妈，你知道吗？韩湘妍真的特别特别的好。以前他穷的时候，跟他队友住在一起。什么做饭啊、打扫卫生啊，全是他干。他一点都不矫情，对朋友也很好。总之，请你多了解了解他。你以为你妈没有观察过他吗？我觉得他现在啊，是在一点一点的为你改变。就像两人去散步，不用说什么话，但慢慢的步伐就会一致了，而且会共同看到对方所欣赏的风景，你懂吗？不只是单方面的配合。妈，谢谢你理解我。哎，对了，那他跟你提过未来吗？他向我求婚了。真的？那你答应了没有啊？为什么呀？没来得及嘛。我是不是这样做不对啊？没什么不对的，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会拒绝他。年年，这没什么不好的，妈妈只是希望你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就行了。童年，郑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等我一下啊，我把衣服晾完，出去找你。我刚才不是说出去找你吗？这是女生宿舍。哦，我有些事想找你聊聊，方便吗？
方便你进来吧。就是这里太乱了，没收拾，不好意思，你随便坐啊。这是忙着谈恋爱吧？啊。而且我也不相信，那个叫韩商言的没有进过你的房间。他是进过我房间。哎，你误会了，韩商言不是那种人，他对我什么都没做，真的，你误会了。所以呢？你觉得他只把你当做一个崇拜他的小妹妹，还是他夺取冠军路上空闲时候的一个附属品？师兄，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儿不适合聊天。你，我现在身体有点不舒服，要不这样，你先回去，改天我请你喝咖啡，你看行吗？童念，你好好看着我，你为什么不能好好注视我一下呢？我在看着你的，我在看着你啊。我喜欢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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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欢了两年，整整两年。你难道感觉不到我对你的好吗？而且不论是学问、气质、年龄，还有所学专业，我才是最适合你那个人啊！而且我一定会赚更多的钱，我会变得更好，我会超越他，我给你幸福，我会尽自己所能。我知道，师哥，我知道你以后会赚很多的钱，我知道你以后会变得很好，你当然会很好，但那不是我想要的，那不是我想要的。我谢谢你喜欢我，但我们就在这儿了，可以吗？我们就到这里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到底哪里比不上韩商言？我到底哪里比不上韩商言？你告诉我，可以改啊，童年。你很好，这婚姻真的很好。但是你知道两个人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吗？我跟韩商言在一起，我们俩是一种感觉，一种默契。我们从来不需要说任何的话，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。我跟他在一起以后，我甚至根本不在意是不是他给我的不够多，反而我更加担心是不是我给他的太少了。我跟他在一起，只希望他能够快乐、开心。我希望他每一天都会更加的开心跟快乐。所以你就那么确定？你确定你喜欢他？我爱他，我很爱很爱他，我一天比一天更爱他。我最近很不好过，我现在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的，我就想求你给我个机会，你给我个机会可以吗？拜托，谢谢你喜欢我，但是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好的女孩，比我更适合你，一定会有的，加油好吗？对不起。郑辉，对不起。看着郑辉的背影，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儿。我爱韩商言，不是因为他是世人皆知的杠神，而是我真真实实感受得到他的悲伤快乐。我想要陪着他一起朝他的梦想而努力。这半个月里，除了伍佰自主训练，其他人都在 KK 卯足了劲儿在训练，哪怕是 Buff 和小米，也都珍惜着这来之不易的机会。六个队员，只有五个能出现上场比赛。虽然说是凭实力入选，但还是很残酷。
眼看着比赛的日子一天天靠近，大家更加紧张了，体力透支，精神耗损都是必然的结果，这些都需要拿出更大的决心和毅力。大家互相加油打气，因为我们属于同一个战队，是彼此最好的伙伴。干嘛？干嘛捡着地啊？干嘛笑我？想逮我？年年，你好了没啊？我在这儿呢。哦，干什么呢？瑶瑶，我心跳的好快，我好紧张啊！谁说不是呢？我也好紧张啊！我问你，你支持 KK 还是 SD？ KK。立场坚定吗？非常坚定。跟着我一起念。KK 天上地下一条龙，千军万马往前冲。KK 天上地下一条龙，千军万马往前冲。我以前哦是 solo 带的老粉丝，我最喜欢 solo 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十年前带队的样子超级帅哎，韩商言吗？就自求多福吧。我是 Apple Dog 的粉，他在哪，我就支持哪。对的。大嫂，你两边还倒着走啊？一、二、三 ，KK 加油！童年真有话，刚刚在厕所都跟人家斗起 rap 来了，然后为了赢人家，就学人家画这个。你们来，我们就很高兴。来来，擦点饭，当时过敏。来来来来。不会，我口红很好的，不会过敏的。你笑什么呀？我画这个很帅吗？一看就是铁粉。随你折腾。去看台不去 VIP 吗？当然不去了，那气氛好，我要留在那儿。你开心就好。你们今天也加油啊！看看肯定能赢的，加油加油！那大嫂赢了请我们吃什么呀？赢了以后随便吃。当当，看到没有，六年的奖学金就在这儿了。哇，六！哎，爸爸，你别把大嫂嫁妆给吃完了，别的不说，再过两年老大就变老大爷了。哎，咱们老大呀也老大不小了，他比咱们着急。你们这帮臭小子，你看我一个一个的怎么收拾你们。来，再五分钟就上场了啊！大家加油，打起劲！听我说，虽然之前我一度觉得你们的庆祝方式很幼稚，但今天我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。哇！来来，一、二、三。每次他们交手吧，我心情都特复杂，又想 KK 赢，又想 SP 赢。我知道那种感觉。现在欧强是唯一一个比赛的 solo 元老了，你说如果他没拿到冠军，
不就说明以前 solo 队输了吗？对啊。我们马上开始的是今天的第二场半决赛。没错，作为这次比赛亚太区的东道主呢，我们也终于迎来了双方都是中国战队的这一天。希望接下来 SP 战队还有 KK 战队可以给我们带来精彩绝伦的比赛。好的，各位给我们的两个俱乐部一点时间，我们马上回来。还行吗？你指什么？今天比赛输了，挺麻烦的。SP 和 KK 都是我喜欢的战队，但是只有一个能进总决赛，这简直就是大逃杀呀！为他们祝福吧。哎，你喜欢 KK 还是 SP 啊？不管谁赢，都是为国争光。两位大哥，不要紧张，我帮你们准备好饮料了。比赛嘛，就各凭实力，好不好？闭嘴。我在这儿。刚上门，刚上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CTF 亚太区的比赛直播现场。感谢东鹏特饮为我们的选手提供持续能量补给。在半个小时前呢，我们刚刚结束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，胜出的队伍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Vipo 战队，那么紧接着是我们的两个来自中国的战队 KK 战队和 SP 战队。兄弟们，最后一场了，来场精彩的。秦队长呢？特别要说一下，这次我们的 KK 战队经过了人员调整，加入了总积分排名第四的老将 Buff。 那么 Buff 加入之后呢，也是给这个 KK 战队啊有一个战斗力的大比例的提升。没错，所以说相比较于一个月前的全国总决赛，这才是两支旗鼓相当的顶级战队。才来呀！谁赢了？还没结束呢，你快点吧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我那个客户烦死我了。要不是我管同事借了辆自行车，我肯定迟到。快点，进来。车搁那儿呗、啊。难得看一次比赛，早知道不等你了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要快点吧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快点，这里不能停车。哎，不管了不管了。目前 CTF 亚太区半决赛 KK 与 SP 双方前两局比赛战成了1-1。决胜局也将进入最后阶段，最后四个节点，还有最后四个节点，丢掉一个 SP， 丢掉一个节点 DT 绕过了滑梯，漂亮，茵茵也被挡住了，不是陷阱， BUG 牺牲了茵茵， T 四级挡住了关抓取， BUG 进去了， KK 危险了， Demo 发现了 BUG 的渗透， BUG 还在逃，还在找漏洞，他把 Demo 也绕过去了， BUG， 哎，可惜了，DT 把他抓出来了，最后一个节点了， KK 四名队员全在防守，这是打算让 DT 一对五啊，过去了，三个人都没有抓住 DT， 滑梯也没绕过去了，只剩奥了，漂亮， DT 终结了比赛，哇，恭喜 KK 获得了半决赛的胜利。哪队赢了 ？KK 赢了啊 ！KK 赢了 ！KK 赢 了,、啊、赢了！我还要去看欢呼。哎哎，等等我！
起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，我们还有第三名的机会呢，是不是兄弟们？对，真的。恭喜，谢谢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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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心服口服，决赛加油！你们也加油，世界总决赛的会师。放心，季军一定是我们的，是不是兄弟们？是。快去吧，观众等着向胜利者欢呼呢。加油，加油。将我们的掌声再一次送给我们的 KK 战队。好，5、3、2、1。恭喜 KK， 希望他们可以带给我们中国观众的祝愿还有希望，在明天的亚太区总决赛为我们捧回一个冠军。走走走走，走了走了。嘿，师傅，很神验，老板娘。在我们的主场，冠军肯定是我们的。不过比赛结束，你可以在上海玩两天，我做东。还是老样子 ，so confident。赛场见。赛场见。怎么认识的？十几年前，你还不认识我的时候。我就在跟他打比赛了。你们老大我可从来没有输给过他，你们也不许给我掉链子，听见没？放心吧，老大。走。怎么办啊 ？KK 这几个人这一阵子的星座运势都不算太好。尤其是韩商言，看来没有天时的好运配合了。你在查什么呢？我在查星运，我把 KK 队的每个队员的星运全查了一遍。每个人？五个队员再加上老韩和我小米哥，七个星座啊，能准吗？不知道啊，瞎查查呗。我记得我有一副塔罗牌来着，我们算个塔罗牌吧。塔罗牌，我不懂那个呀。我会算一点点。哎呀，我塔罗牌放哪儿了？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紧张啊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我看那个新闻了，你知道吗 ？KK 的对手是夺冠的大热门，绝对不能放松。我好紧张啊。别紧张啊，你得这么想，前三名全都能进入世界总决赛，等于说 KK 已经提前拿到了世界总决赛的入场券，没什么可紧张的。反倒是 SP 啊，明天真的是生死一战，要是输了的话，今年就没机会去世界决赛了。我希望 SP 能够进入决赛， SP 进入不了决赛的话，韩商言肯定很难过。是。哎呀，我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觉了。哎呀，我觉得我也睡不着了。哎呀，好紧张。走到生命的结尾，也许泪声狼狈，也许被泪收尾，也许永远也成为不了谁。你哭什么，大喜的日子？怎么去看世界总决赛？你答应我去看世界总决赛了！冠军是 KK 的，是中国的。韩商言是拿着一面国旗走到了舞台的前面。韩商言将国旗交给了伍佰，在这一个世界的舞台上，在我们的直播
刚才真替你捏把汗，还这么争气。你知道怎么着？一上去就被田忌赛马了。你的命令之前，一上就换了一个高手下来，还好是你们赢了，冠军啊，还是我们中国的。没错，是我们中国的。过了，过了。老大，给我养好你的胃啊！再有下次，我禁赛你一年。老大，有你这么对病人的吗？这一年可是我的人生精华。老大，你就让我再去世界赛，再为中国人争一口气吧。再说吧。好，就凭你刚刚那句话。听好了，今天 KK 做到，要吃什么？会会会，起来吧！既然 KK 做东，我们就点外卖全部送到 KK。大家是不是还没有去过 KK？ 太好了，一直想去，不敢嘛。好，今天晚上所有人去 KK 吃饭，我买单。在韩商言这种事情，我们最在行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陪大家上车，我去办点事儿啊。你们去去去去。小敏，快过来。走吧。去哪儿？不是大家一起庆祝吗？是要庆祝，不过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。嗯。任务带走了。嗯，带走吧，归你了。等我一下。啊？算了，帮我一个忙。什么事这么着急啊？跟我去趟休息室。真的急？哎，啊？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中国是冠军。恭喜你啊，最棒的冠军。谢谢。继续加油，向世界冠军迈进。干嘛害羞啊？喝杯咖啡吧。好啊，走吧。走那么快干嘛呀？什么事情火急火燎的？这边。出去，出去。什么事啊？搞这么神秘？把衣服脱。脱什么？快！你把我叫这儿来就为脱衣服啊？这里又没人，你赶紧。别，你先说清楚，脱衣服干什么？我一会儿要去童年家，你把你的衣服借我几个小时。你丈母娘给你准备了庆功宴，是，你是得穿身正装去。要不要西服？这么热天你还带西服？这不是我担心有记者发布会吗？随时要备着。你不需要，你不用应付这些事儿。赶紧的，等着。我不能拖成这样就出去吧？你把衣服拿来给我。哎，我自己来。你快点。你快点脱，我帮你吧。哎呀，嘉航，他们在里面吧，让我们进去。不能进。为什么？老大不让进，他们在里面干嘛呢？不知道。不进，不让进。啊，小心！哎，你这，接过一下，接过一下，来。哎，不是，你这俩干嘛呢？衣服。哎。是兄弟一起，哎，马上就。什么？你们在玩游戏吗？游戏？什么情况？
我不知道的，我不知道。你干嘛没事和 Solo 更换衣服呀？你这要去骗谁呀、啊，老大？一边去。走吧。嗯。啊？哎，要不再去？我们呢？天啊，文文，你老公怎么了？怎么哭成这样了？他呀，激动呗，老男孩少年心，所以我假公济私，特地带他来见他偶像。恭喜，恭喜你！你终于拿到这个冠军了，别哭了。如果每次拿冠军你都要哭，那你就不哭了。一会儿有事吗？没事，去 KK 参加庆功宴吧。真的吗？当然。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我以后真的可以去吗？我以后真的可以去吗？当然可以去了。你看，这是大嫂娘家的姐姐，你是大嫂娘家的姐夫，怎么做也是亲戚啊！我们一起去啊！走走走，来，我们收拾东西回 KK 了。喂，等，等会儿。对，那不是一个女明星吗？不，她演了特殊电影，就特别喜欢。哦，没错，没错，就是她。我能跟你合张照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喂，相机，相机。好了好了，她不是来找你们的。九七，九七，你好，来给你粉丝签个名吧。我当然，我是你的粉丝，你能给我签个名吗？可以。不是，向总，你这后门走的可以啊，难得走个后门，给个面子。你们是亚洲冠军，当然很多人喜欢。可以啊，九七，谢谢。那。我可以也要个签名吗？当然可以了。给他签名。好，兄弟们，谢谢第一，谢谢。人这么多，我们怎么出去啊？没关系，看我的。大家安静，大家听我说，站在我身边这位。她是我的老婆，她现在怀孕了，我要带她去产检，所以请大家给我让出一条血路来，谢谢大家。想干嘛？进去不就知道了。哎，这边啊！一会儿我无论说什么，记得配合我一下。嗯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不能提前跟我说一下吗？你是不是破产了？不敢让我爸妈知道。惊喜，懂吗？三妈，
爸妈。宁宁。哎，小孩。我们刚刚看了你那个比赛网络直播了，恭喜你啊！这比赛太精彩了，特别是我看那个小白拿那个国旗的舞的时候，把叔叔给激动的呀，这跟我看奥运会没两样。嗯，妈，爸，韩商言说他这次来想跟你们说点事儿。啊，可以啊，哦，那坐下说，坐下说，来，小韩。叔叔，阿姨，非常抱歉，没有提前跟你们知会一声就过来，你们二位请坐。那坐。什么意思？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日子，你们可能之前也知道，我获得过中国总冠军，可是却无缘更高的领奖台，止步于国内。今天俱乐部的孩子将我的路延续了下去，他们获得了亚洲总冠军，这对我来说也意义重大。叔叔和阿姨也为你们骄傲啊。对呀，谢谢叔叔阿姨的支持。哎呀，我们支持你，但你也不用那么认真的行大礼呀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。哎，小韩，我希望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恳请二位将你们的女儿交给我。啊，我不知道，他之前没跟我说。我很幸运，我的人生可以遇到年年，他教会了我如何去笑。每次看到他的笑，生活中所有的烦恼都可以烟消云散。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心稍微再打开一点，留更多的空间给自己，还有我呢？我知道你们对我的过去非常不满意，这个我非常可以理解。我一丁点都不懂得浪漫，谈恋爱就像是打仗一样，战队里的孩子们都怕我怕得要死。可是因为年年的出现，让我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。抱怨，谁想做你女朋友？我又不喜欢你。我找的是你。我有什么好喜欢的？小姑娘，情报离谱啊！不是说喜欢我吗？怎么连我单身且对女人没兴趣都不知道？还想分手吗？没想好怎么回答。不想。我说，我不想分手。我没有想打探你隐私的意思，只是我不太懂，所以问问。你今天来找我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吗？你是我的初恋。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大胆一些，想做什么就去做，不需要胆怯。也不需要怕我，好吗？所有的光环都是假的，除了你，这
这个叫韩商言的男人一无所有，两手空空，孤身一人，只有这个是真的。模仿着一个又一个，我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可以好好学会，好好懂得如何去爱他。你选择去崇拜谁呢？怨恨谁呢？虽然我比你大，但是很多时候我比你还要幼稚。我希望未来我们可以交换一下，你不需要所有的事情都迁就于我，我想把你变成我世界的中心，让我好好的照顾你，好吗？妈，我该说什么呀？说什么？说什么？问你自己，问我干嘛？小孩，叔叔想问问你。我呢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从小我也从来不会让她吃苦。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她受苦。别人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、小心肝，我会像您爱她，加倍再加倍的去爱她。傻孩子，别哭。那我就没什么话说了。阿姨，我知道您对我不放心，年纪的差距我改变不了，但是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会尽我全力的去爱他，把每一天都当一辈子去过。那就好，那你以后就好好的爱年年，听见没有啊？所以既然做了这样子的决定，我就想去把我们的结婚证给拿回来，这次来就想找二位拿年年的户口本的。哎，我说你这孩子没说话那么出人意料呢，就这么急呀你啊？我知道我现在突然站在这里跟你们说这样子的话非常的不应该，可是我想拿这个亚洲冠军换这个机会，把您的户口本拿过来。户口本不是你存吗？你问我找去。我想想，我知道在哪儿，我知道在哪儿。干嘛那么深情？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决赛前是谁跟我说要结婚的啊？你以为这话说着玩的？你一跟我提出结婚，我答应了就带你回来拿户口本。你见过有这么诚意的被求婚对象吗？这次亚锦赛呢，奖金不少，想去哪里度蜜月？度蜜月？结完婚的步骤不就是度蜜月吗？有问题？哎呦，你说说我女儿啊，就这么着跟你结婚了啊？小韩，你记住了啊，以后有什么难的事儿你就找我们俩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听见没有？别客气。没问题。那个，记住了啊，每个礼拜回来三次，一块吃饭啊。知道了，妈。放心吧，阿姨。我也经常要接年年从学校回来的。给吧。哦。小韩，拿走这个户口本，跟年年登记结婚，年年以后就是你的老婆了，你一定要好好对她，听见没有？爸妈，你们干嘛？我永远是你们的女儿啊！不要难过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哎呀，你妈高兴都来不及呢，你要注意要嫁出去了。这是干嘛过来呀？
别哭了。拜拜，小孩。怎么了？我忘了点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那我回去帮你拿吧。哎，我忘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啊！哎，别介，那边好多人，都不能看见了。那就当结婚彩排了。你要是觉得害羞，就把头靠在我的肩上。不要。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？跟大家说了，就不能后悔了。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只有你想清楚了，我才有信心。给我十秒钟。怎么了？闪亮星星，吸引我所有的注意，我不想清醒，做好准备，深深现在我有洪荒之力的准备了，想要陪你爬到山顶，陪你看最美的去哪儿了？胜利之夜把我们晾在这儿啊？就是啊，趁着拿到亚洲冠军，我把你们大嫂的户口本给拿了过来。我也好想有一本啊！大嫂答应了，拿到户口本就意味着恭喜枪神顺利脱单。终于结婚了，真替你开心。老公，看我闺蜜厉不厉害，追到杠神了。现在主要是杠神现在称我妹夫了。那我们祝老大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早生贵子，送入洞房。来吧，韩少爷，别忘了楼上还有你好兄弟在等着你。照顾好你们大嫂啊！没问题。你们几个好朋友哈，战人洞房，坏人好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
老韩，所以他们刚才在下面欢呼雀跃，并不是因为庆祝进入世界赛，而是因为老韩你竟然是我们这群人当中脸最臭、脾气最差、不近女色，还把钱全部投入到事业当中身无分文的穷光蛋，竟然脱单了，还在我们之前结婚，这有什么天理可言啊！我去死了！来，下去吧，开玩笑，下去吧，没关系。好了，别闹了。我觉得站在这个阳台上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年，又回到了上海，那个小破屋顶上，和你们一起聊理想的岁月，能够一起和你们为了梦想打拼，真好。我们也将梦想成功的交给了下一棒，我相信，不管是 SP 还是 KK。都会带着我们的梦想，为中国的世界冠军梦而努力着。没错，为了那股求胜的火焰，来，干杯！我就不陪你们喝了，我一会儿还得开车带童年去一个地方。啊？不过呢，我还是衷心希望我的兄弟姐妹们能遇到你们自己的幸福。不要，何大哥，我只给你们干一个，来。去哪儿啊？加油！新婚之夜。哎，我喝个啤酒啊！来，让我们为老韩干杯！为了中国冠军，拼了！来！别会怕有一天会跌倒，我都背起了。你以为你们能打几年的比赛？一个 CTF 选手最好的黄金年龄只有6年，最好的状态就是这几年。等你们过了这个时间，你们平常就算是不想吃年夜饭，想训练，你看有没有人搭理你们？连30岁大叔你都跑不过，好意思吗？我要不是长跑运动员，少年强则国强，不知道啊？一定赢。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几个打个电话预约，还用你交代？怎么不早点回来跟他们一起狂欢？你知道的，我不太喜欢太热闹的气氛。别再独守孤独寂寞，试着再去谈一段恋爱。你看我感觉还挺好的。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，这个世界上找到真爱的不多，更难得的是你们信任彼此。哥，恭喜！你也加油。背起了理想，谁人都可以。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？愿当我这一生放弃放纵，爱自由。
没有啊？当然啊，现在才6点多，当然没看过。那我们来早了。我以为我看电视上都说什么登记啊要排队的那种，头天晚上就要来了，我以为还来晚了呢。我发现啊，自从跟你在一起之后，我总是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比如现在。对了，给爷爷打个电话吧，他应该还没睡。嗯。Mr. Han? Yes. Here's your tea. Oh, thank you. You're welcome.哎，你臭小子，难得啊，想起爷爷了啊！我和童年现在在结婚登记处呢。是什么？现在？对啊，还有2个小时，他就是你法律认证的孙媳妇了。好好好啊！你臭小子终于干了一件让爷爷舒心的事情了，哈哈！哎，这年爷呢？年年，啊，爷爷，我是年年。哎，哈哈，年年，这个婚礼一定要大办啊！这个上海一场，乡下一场，还有我们这挪威也要一场啊。办这么多场啊，爷爷！有，一定要！还有，中式一场，西式一场，这一共是5场。5场，马虎啊！嗯，好的，爷爷，这样你就有事儿做了，对吧？行，那先这样了，下次聊。爷爷再见。赶紧登记。等一等。Yes. Go. Why are you so happy? My grandson is getting married. Wow. Yeah. Congratulations. Congratulations. Are you okay? I'm okay. Are you okay? Sure? Yeah, sure. Okay. Yeah. Yes. 爷爷说要办5场啊。没办法，爷爷本来就重女轻男，又这么喜欢你，我也劝不动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嗯。来。戴哪只手指呢？中指还是无名指？傻子，订婚是中指，现在该无名指了。哎，有点大，先戴在大拇指上吧，啊，反正以后也会换成真的。真厉害啊，我感觉我成皇上了。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你。这是我第一个，也是我唯一一个留下来的冠军戒指。之前，我和 solo 战队其实获得过一个全国总冠军的戒指，不过被我给扔掉了，就剩这一个了。对不起，退役太早了，没有给你赢更多的冠军戒指。我怎么就看这个顺眼呢？我还就喜欢这个了。排队去吧，走啊。对了，啊，又怎么啦？我吧，是一个感情不会外露的人，很多事儿都藏在心里，总是觉得浪漫是不重要、不需要的东西。但是，一辈子那么长，我都给你，我爱你。
你怎么不说话了？说完了呀。你哪儿说了？我都没有听见你说话呀。傻。你才傻呢。走。哎，你说这一会儿里面是不是挤满了很多人啊？咱俩在这儿排着，要当第一，知道吗？嗯。结婚之后我住哪儿？你该住哪儿住哪儿啊。那你住哪儿？我，你说呢？嗯，如果住在俱乐部的话，我就把那个双人床换成更大一点的双人床。嗯，如果住我家呢，倒是有现成的双人床，你可以直接搬进来，到时候小鱿鱼我也不需要喂了，直接交给你来喂。如果去你家呢，我也无所谓，哪怕是寄人篱下也不要紧，因为咱们两家是世交。那我还要读博士呢。哦，这倒是个问题。嗯，那我就搬到你们宿舍去住。搬来我们宿舍？我们是女生宿舍啊，你怎么进来啊？该爬楼就爬楼，不在话下。哎，光想到了结婚的问题，没有想到住的问题啊。那你总得给我时间，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吧。好啊，给你时间。给多长时间？嗯，两个小时够吗？两个小时怎么有心理准备啊？两个小时之后，你就是我刚毅认证的媳妇儿了，你可逃不掉了。哪有你这样的啊？跟你开玩笑的，看把你吓的。幸得我带队去打了世界总决赛，再等我把婚礼给办了，最后再考虑这个问题，可以吗？这还差不多，我也是开玩笑的。先休息会儿吧。这怎么休息啊？你要干嘛？坐。哇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坐吧。哎呀，谢谢，那我不客气啦。哎呀，挺舒服啊。嗯，待会有人来看我们俩这样，会不会觉得我们神经病啊？不会啊，我们为了排第一等了一晚上也正常。谢谢你陪我走到今天。一路走来，我好像做了一场梦。原来两个人一起做梦，是不管什么小事儿都可以很甜蜜，打从心里觉得开心。就算一辈子打打闹闹也是幸福，你说对不对啊？为什么不是甜甜蜜蜜，而是打打闹闹？反正不管一起做什么，我们都一定会很开心的。这我可不敢说每件事我都受得了。我跟你说，以后不管开不开心都给我少喝酒，免得我被你欺负不完了。我再怎么欺负你，那也是因为我爱你好吗？你欺负了我也不少啊。哼，你都不知道我这一路以来付出了多少。谢谢你，我知道不管如何，我最后走到你面前，这一切就是刚刚好。有你真好。没想到这么早就来排队了。早知道我前天就来排队了。早啊，这也太早了吧。就是怎么这么早啊？你干嘛不早叫我？都被围观了。不好意思啊。真够早的你们。就是我们排第二个。我们先来的，我们先来的。来来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啊！来，你们谁第一队啊？我们是第一个。你们几点来的？早上五点。这么早？来，进来吧。Thank you.
世界同学赛，希望不要再遇到上一次的抽签结果，要互相淘汰了啊！现在电话已经连通啊，让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老搭档 SD 战队出征者领队 Apple。喂。哎 ，Hello， 爱群。哎，听得到你说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出发了没有啊？我跟你说啊。韩商言的带队又迟到了，我们现在才在去机场的路上。不是老大迟到了，是大嫂化妆化晚了。我看是你化妆化晚了吧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哦，是吗？那你们要快一点喽，飞机不等人的啊。放心吧，我们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没事吧，小明？嗯，没事吧？到了吗？快了，还没到。不过你也清醒清醒，准备下车。嗯。啊！下车！到机场了。老韩，你可又迟到了，你都不带替补啊你？用不着。就车上这几个人，到时候出什么状况，你可别哭鼻子啊。不行，从你们 KK 调一个呀。实在不行，你上也可以。好说，出场费10万，获得名次另算，季军30万，亚军50万，冠军呢？冠军你就别想了。早就刻上了 KK 的名字了。拿世界的冠军。